开山修路，产业扶贫，他把一片穷山恶水变成了金山银山。啥都说不出来，我就放声大哭。18年辛酸路，负债累累，却把一个贫困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差不多像我们这种房子在我们村里面多呢。白墙蓝瓦的小楼，熊熊燃烧的篝火，自信美丽的笑容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关注《财经人物周刊》本期人物，贵州省盘州市淤泥彝族乡阎伯村党支部书记于刘芬。记录财经人物，见证时代精神，欢迎收看《财经人物周刊》。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一位女性，来自贵州省盘州市淤泥彝族乡阎伯村的党委书记于刘芬。您别看于刘芬来自偏远山村，可是她获得的荣誉足以让我们吃惊。比如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38红旗手、全国5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等等等。而他最近获得的一个奖章，就是在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而于刘芬就是这100人之一。今年50岁的于刘芬还是党的17大、18大、19大代表，在当地村民的眼中，她就是一个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女汉子。可就是这样一位在大家眼中的能人，却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情嚎啕大哭，差点崩溃。2013年的一天，于刘芬在从六盘水赶回阎伯村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银行来给我打电话说，你后面的贷款贷不了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看不到任何希望。这个电话让于刘芬十分震惊。还没等他缓过劲儿来，10分钟之后，他又接到一个电话。就是盘江呢，当时就打了个电话说，我们还是不入了。我觉得当时我就像，就是雷顶轰鸣，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天，就像天黑了，任何希望都看不到，啥都看不见了。2013年是阎伯村的集体企业阎伯酒业关键的一年。为了扩大生产，于刘芬将村里所有的资产和自己的全部身家拿去抵押，准备向银行贷款3000万元，还想引进当地一家企业进行投资。没想到，这两个电话让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所以当时就觉得不想再坚持。也不想让自己说再想想办法，根本不想这样去想，就想让自己不禁的去伤心，不想就是释放自己，就想啊，反正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在自己住的地方呆呆坐了3个小时之后，于刘芬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听到母亲的声音不对劲儿，儿子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他就说，妈你怎么了？我啥都说不出来，我就放声大哭，就放声大哭，就想哭得很，就剩下来让自己，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最好的释放，就憋了几个小时了，然后一直哭，哭了也不想停下来，儿子怎么欠也欠不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获得过无数荣誉的于刘芬，从来没有这样无助过，可是。自从这家村办酒厂扩建以来，于刘芬为此伤透了脑筋。贵州省盘州市淤泥彝族乡阎伯村草木葱茏，植被丰厚，气候湿润，微生物种类繁多。当地村民80%左右是彝族。家家户户用一种古老的彝族方法自酿小锅酒，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草落满了多少斤啊？100多斤。100多斤。2004年是于留芬当选阎伯村党支部书记的第三年。三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考虑如何通过产业发展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一年，他把眼光瞄向了当地的小锅酒。我们600多年的这个工业，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把它可以形成一个产业。2004年，在于留芬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办企业阎伯小锅酒厂。15年后的今天，于留芬带我们来到了当时的厂址。我就想啊，先干，先做成一个集体的小产业，所以我们就投资了80多万，建成了一个啊小锅酒厂。当时在这里，三个锅用煤炭来烧火煮。当时这三口锅一年能烤多少酒？一年100多吨。当时的产量也不高，只想到办一个小锅酒，把它办起来，做一个产业来发展，带动周边的老百姓来脱贫致富。然后哪怕是100吨也卖不掉，因为当时都不出名嘛，大家都不让进。我带着他们去磨嘴皮子，我说你不卖也可以，你就让我们有一个坛子的地方，你就蹲在这里。就这样慢慢慢慢，我们通过了2年时间打开了这个市场。于留芬觉得这条致富之路可行，但是如果真要进行产业化发展，就不能是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生产许可证。虽然用白酒行业它是耗粮嘛，耗粮它国家是限制性产业，限制性产业在1999年这个国家政策就明文规定，新的酒厂不能办证。作为白酒大省，随着茅台等酱香型白酒越来越受推崇，资本不断涌入贵州。为了促进白酒产业的发展，贵州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颁布了一条新的政策，这才让于留芬看到了希望。2013年3月14日就出了一个文件，你相信达到这个产能的要求就可以发证。传统工艺酱香存量固态酿造，你达到年产2000吨的这个规模，然后浓香达到4000吨的规模，其他香型达到5000吨规模，省里面可以给他发证。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文件，我真的是盼了十几年的东西，终于我可以有希望去做这件事情。长久以来，酱香型白酒和浓香型白酒在国内市场厮杀多年，于留芬深知自己一个村办企业跟那些前辈巨头来拼杀实在是太难了，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其他的香型。然而这就意味着他得一下子把一个年产100吨的小作坊提升为年产5000吨的现代化生产线。于留芬算了一下，没有6000万肯定是不行的。可是作为当地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村，于留芬又该去哪儿找钱呢？这一份份入股协议书就是于留芬当初想出来的办法。他将村里的所有资产进行捆绑贷款了2000万元，让村民认股，酒厂偿还本金，村民偿还利息。2000万元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于留芬又将自己和弟弟开办的加油站，甚至儿子结婚的房子都拿到银行进行抵押，就可以贷3000万了。那天首先给我们贷了1000万，哎呀，反正我们想没关系，厂房建好了我们可以拿证就好了，就可以正常运作了。于留芬兴冲冲地拿着这1000万开始了厂房扩建工程。经过他的多方奔走，另外有2家企业愿意注资解决剩下的资金问题。可是酒厂建设进度过半，前期贷款就要用完的时候，于留芬接到银行的电话，剩下的2000万贷款泡汤了。于留芬还没从这个坏消息缓过劲儿来，又接到另外一个电话，原本答应好的投资企业也变卦了。因为这个是牵扯说几千万已经投进去了，后面就跟不上了，那这几千万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一部分是村民的，如果没了怎么办？谁来上班？
我能还得起吗？就逼了几个小时了，然后一直哭，哭了也不想停下来，儿子怎么欠也欠不了。后来直接吼我，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在我们心里你就是榜样，就是力量，你都这样了，你想我们怎么办。儿子的这一声吼把颓废的余留芬拉回了现实，如果就此放弃，赔上的不仅仅是余留芬的全部身家，还有全村人的资产和希望，余留芬将成为全村的罪人。他开始重新振作，认真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他首先向上级政府寻求帮助，这个是资金的，政府就帮他，就动员这些国有企业进来帮助他来入股。一个是我们盘江煤电集团就给他投资了2000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投公司，也是一个国有平台公司，投资了500万。资金问题解决了，阎伯村的新酒厂也如期建设完成，规模从年产100吨扩建到5000吨，并保留了当地传统的酿酒方法。这是温度，现在测温度，它的度数上不来，度数现在是80度，应该。80度。可是，年产5000吨，靠原先手工作坊的方式，根本没法保证酒的品质。尽管采取了高薪聘请、持股引进人才等方式，仍然没有专业人才愿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来。就在余留芬一筹莫展之际，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到阎伯村视察工作，余留芬将碰到的难题向省委书记反映。书记当时也没有劝我说这个酒难做，你不要做了，当时就给季老打了电话，这是对我多大的鼓舞。然后季老就说他马上要来。季克良曾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是我国著名的白酒专家，在余留芬的眼中，季克良是他仰望的人物。没想到在领导的帮助下，季克良老先生很快便来到了他们村的小酒厂。而且季老来了，季老更知道酒有多么的难做，他也没有劝我让我不要做，反而在开会的桌上他就说，我不愿意让这帮老百姓的钱打水漂，我愿意当这个技术顾问。我真的当时激动的要流泪了。季克良不仅答应担任酒厂顾问，还找来了当时贵州省唯一一位酿酒专业博士黄永光来担任这个村办小酒厂的技术总工程师。我看着你，我就想赶快接过来尝一下。这个有用。没有了，黄伯。嗯，苦味没有了。嗯。啊，但纯粹了，它是还有点，是很细条的。因为我来的时候，因为地理偏了，大学生进不来，特别是专业人士更没有。那我得把自己我们人自己培养起来啊，这样培养起来，那么就是手把手的带。肖若就是黄永光手把手带出的阎伯村第一个专业品酒师，而在此之前，他只是个四处打工、没有一技之长的临时工。制鞋车间去过，有到灯厂去过，也有到这个电子元件厂去过。但是每一个厂呢，进去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两个月、3-4个月，而且你每到一个厂里面，你别人问你，你懂什么？都不知道跟别人说我到底懂什么。2012年，肖若回家探亲，碰到了余留芬，余留芬邀请他回乡打拼。肖若在黄永光加入酒厂之后，就跟着他学习调酒品酒，如今已经是国家3级品酒师了。可是生产许可证拿到了，人才也配备了，新的问题又来了。酒卖不出去，周转资金没了，也等于就卡在这里。建酒厂的这些工人嘛，没钱嘛，过年了没钱回家，就在我们的厂区就围了很多的人，一看都是我们搞工地的嘛，都是说要这样钱要那样钱的。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于留芬带着300万元现金回来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笔钱于留芬是通过高利贷借回来的。还是借了4分5分的高利贷，当时就这样，我觉得我无所谓，我就算倾家荡产，都走到这个份上怎么办？上百人在那等着我。哎，你不知道，当时虽然是高利贷，真的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还得起这300万。但是我看到这么多人在等，这就在等希望。这借来的300万元还不够支付工程款项，酒厂的危机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已经扩建到年产5000吨的规模，于留芬却始终找不到打开销路的法子。我们招一个商难到什么地步？我把你酒店开好，飞机票订好，他不愿意来，连尝试一次他都不愿意，卖不出去，然后你又不敢停生产，万一哪天又卖得出去呢？我们作为管理层的已经开始思想，已经有一点动摇了，就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如果资金得不到一个解决的话，我们到底能够坚持多久？我们就快8个月发不起工资了。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哪一天才是出头啊？没钱发工资的日子持续了8个月，可是出乎于留芬的意料，大家却并没有为此埋怨他。我就说，都这么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实在对不起大家。他们更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说，你不要几个月、8个月不发，你就算1年不发我们也没关系。每一天下班以后，我们还可以把家里面的农活干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上班现在是不用，虽然不发工资，但是我们吃的不愁，穿的也不愁，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要老是认为就是发不起工资你就对不起我们之类的。从市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从贵州省唯一的酿酒博士到白酒行业的泰斗，这些人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着于留芬。那么一个大山沟里的村支书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岩泊村的村民又为什么如此相信于留芬呢？钱不亏款了，给啥？亏款了，这是。亏款好多。这条正在修的路是酒厂2期工程通往外界的公路。这天一大早，于留芬抽空来到了工地上，询问工程进度。这是他当村支书以来为村里修的第11条公路。2001年，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2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378元，可是地处贵州大山深处的岩泊村，人均收入还不足800元，全村有1/3的村民没过温饱线。也就是在这一年，于留芬当选岩泊村党支部书记。哎呦，那个时候很贫穷，穷得不可想象啊。家家住的是茅草房，然后出门就是猪粪汤，一年种粮半年饱，油腻也不要加盐泊了，就这样的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出门猪粪汤啊，就说了我们这里啊，它是一个路不通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一到下雨天的话，这个猪粪、牛粪、羊粪之类的就会混合着这个我们这里的泥土，基本上你整个脚就没法落下去。我觉得我能把这个盐泊从那种那种穷、那种落后，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个村的命运。在于留芬上任的第7天，他做出了一个出乎全村人意料的决定，就发起了一场修路革命。我的第一个决心就是一定要把这条路修通。2001年以前，岩泊村没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几百年来这里的村民就这样生活在这个闭塞的山沟里。于留芬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上任就要改变他们祖祖辈辈形成的习惯，村民们一时很不适应。比如说我的土地或者我树，你说办你不破坏了怎么办？
当时好多老百姓啊，就是说，哈，你一个你干部，你能带我们去干什么大事啊？怎么能够修得上这条路了？大家对他还是有一种反感的这种。为了让村民看到他的决心，于留芬自己拿出了4万元的积蓄，还天天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讲述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大部分村民也都开始支持他，但是修路要经过村民的土地，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比如说，就掉一个石头在他地里，他都不同意，就要找你麻烦；压了一棵树，他也不同意；压了一棵就是什么东西菜，他也要找你麻烦，就各种麻烦找你，而且还去煽动其他人，说哎呦，阎伯出了一个女皇帝了，把祖坟的后龙就挖掉了。就这些话就在农村非常严重的，更多的是就是说，哎呀，就觉得你是一个妇女同志，我干嘛要听你的？我真的当时我就很难过，很生气。我说，我家都不在这个地方住了，我又不是为我自己。我说我来做你工作，凭什么钱在之人要花路给你走呀？于留芬当时的家在村子外面有公路的地方。很多村民看到她一个女人不仅掏钱还出力，慢慢的全村人也都想通了。因为我们这条路是有岩石岩层的，必须要那个炸药，乡镇到我们这个工地上走路的话要1个多小时才能到，就一个女同志6点多钟还有好多老百姓在睡觉，她已经去政府去背炸药了，一天背4坨炸药，就是50-60斤这样，还要来跟他们干活。那个时候真不知道累，就是每天修完，就是我到工地，我看挖了一截，心里面很开心，就会又看到了一段希望，又看到了一段希望。3个多月之后，一条5米宽、1.5公里长的公路，终于结束了阎伯村祖祖辈辈人背马驮的历史。真的是欢天喜地，这是我们阎伯村的第一大幸运。路修通之后，如何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成了摆在于留芬面前的下一个难题。阎伯村四面环山，周围1480多亩的林场，既是这个小山村的天然屏障，也是于留芬眼中的金矿。这个林场是之前是我们阎伯村的资产，当时嘛也没人管理，也不好管理，就把这个林场就卖给了那个残联嘛。于留芬上任的第二件事，就是要把这个原本属于他们村的林场再买回来。可是，对于一个贫困村来说，哪里有钱买林场呢？当时17万5，但是加上管理费，加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要20几万。一分钱都没有，穷的一分钱都没有，其实真的也没有。阎伯村的周边有些小煤矿，于留芬觉得林场的木材有用，肯定能借到钱。用3天时间跑了12家，反正到每一个煤矿，那些老板看我们的眼色，就是比较歧视我们。那些老板就是说，你一个村支书有什么材料啊？就是这个木头你有不要有没有啊？他都不相信我们书记。哎呀。打击人的很，就是有时候你自尊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为了发展，你今天看不起我，不代表明天你看不起我。反正当时心里面的这股傲气还是支撑着自己这种精神的力量。终于，在最后一个煤矿，老板答应借给他们5万块钱，可剩下的10几万元缺口，对于阎伯村来说，仍然是个天文数字。那么怎么办？借高利贷，那个利息很高的，那么不敢，万一借了没利润还不起，这个会滚一年下来我们就没了。于留芬想了个土办法，他带着大家到林场数树，只数了3个山。
来，走，我们上去看看。这块要干嘛？要这么大面积？客厅。这儿弄一个单元。这面这里玻璃装着，这里弄点花，这里弄几个凳子，坐在这里，前面全是风景，就这么弄。小楼前面，袁桂英新的养鸡场正在破土动工，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早在2007年，在余留芬的影响下，袁桂英就在村里办起了养鸡场，遇到困难，她想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余留芬。像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那个鸡不是全部死了吗？第一个电话我不是打给谁，我就打给他了。后来他来以后，我没说话，我看到他我就笑了。他说：“哎，我还以为你哭了呢。”我说：“没有，只要你来我就笑了，反正有你帮我撑着。”三天之内死了9000多只鸡，袁桂英却没有觉得这是个多大的坎儿。在余留芬的协调下，袁桂英很快就贷款了几万元，买了小鸡，重新把养鸡场弄了起来。反正只要有困难，不光是经济，什么东西都要找他。如今所有的严伯村村民都住上了白墙蓝瓦的小楼房。采访中，我们的记者也想看看余留芬的家。一开始他始终不同意，禁不住记者的软磨硬泡，余留芬有些不好意思地带我们来到了村委会。这是我们平时一个培训的会议室，然后这个会议室呢，是我们村里面培训还有酒厂培训都会在这里。我就住在会议室旁边这里，当时是作为开水房的一间，然后后来因为没地方住，就用来住我的卧室了。就这样。我这小客厅，然后呢，里面有张床。结婚之后我没房子了，住在这里更多是方便工作，所以要努力挣钱，要娶自己的新房子。
多芬一上任，他就卯足了劲儿，想要带着贫穷的村民一起致富。有一年修路的时候，他从一个坡上摔了下来，腰椎粉碎性骨折。做完手术，他躺在床上，还在不停地接打电话，想着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带着大家一起致富。气得医生直骂他：“你难道不要命了吗？”可以说，为了全村早日脱贫致富，余留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儿，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阎伯村从人均纯收入不到800块钱的贫困村，蝶变为人均纯收入2.26万元，集体资产达到9200万元的小康示范村。我们翻看余留芬的资料，才发现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阎伯村的本地人，而是从外村嫁过来的媳妇。你说让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不可以说值不值得，我也讲不清楚。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为什么，但是呢，我一直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放弃，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己还要这么坚强的撑下去。陈开琴是余留芬刚刚嫁入阎伯村时的邻居，他家中的这三间房子就是在余留芬当时房子的基础上翻盖的。他刚才嫁过来就住着嘞，他住在这嘞，我住在这嘞，我们两个一起种的。我们两个人种三家人的地，哎呦，苦死了。那个其实真的苦得不行，你把肚子填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每一分钱，就是买啥你就没钱。所以那种日子苦不堪言。那时候余留芬一边种地，还要一边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他不忍心把孩子放在家里，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种地。到地里边种完庄稼以后，要背很多东西回来嘛，然后又要抱着一个孩子，所以他另外一个就只能在地上挖个坑，坐在坑里垫上一些叶子，垫上那个被褥，就有时候顾不过来，就把它放在地里，又不放心，自己还是哎呀，反正很费劲的，就是来回跑嘛。跑到家里边把收回来的东西放下以后，马上又要跑回去把那个孩子抱回来。所以后来我就发誓，只要我不种地，我天天喝酸汤都可以。就是觉得那种日子就没有天日的那种，就是你在地里怎么也刨不出银子来。生活的艰辛让余留芬发誓要换一种活法。当时他的父亲在家中做些小生意，余留芬也想着做点什么生意能改善生活。他在赶集的时候看到照相馆，于是灵机一动，借钱买了一台相机，开始给全村人照相。这个是我姑子，这个是算我嫂嫂，也是这个你是我。一个月最多时候可以挣到2万多块钱。93年到94年这样的时候，然后95年，我就把房子从山里搬到了大路边上。他就第一个富起来，然后我们阎伯村的第一台电视，就是他家买的。有些村民看到机会，也开始买相机做生意。这时候，余留芬却转行做起了小超市和小饭馆，生意更加红火。所以当时做起来生意挺好的，再吃苦觉得太好了，不像种地那么苦。就这样，敢想敢做的外来媳妇余留芬成了阎伯村著名的万元户。相比之下，很多村民还都挣扎在温饱线上，整个村委会连200块钱都拿不出来。2000年，当时的村支书病重，他看上了余留芬的能力，希望他能接任村支书。其实当时真的是不想当这个村支书，为什么？我觉得阎伯这么穷的地方，我怎么去改变他们？老支书却十分信任余留芬，觉得他一定能带领大家脱贫致富。余留芬再三思考之后，觉得自己已经嫁到阎伯村，那就是阎伯人，他有责任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后来我答应当这个支书以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这辈子最
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把我们的林子卖出去了。然后现在再想收回来，就是要翻倍的钱，就是对我们来说就天文数字。他说他的愿望就是希望在我手里能把它收回来。老支书说起的林子，就是于留芬后来借钱买回来的林场，这是老支书没能带领大家富起来的遗憾，也是于留芬要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承诺。为了这份承诺，于留芬求人借钱收回了林场，紧接着就开始兴办各种产业。然后像鸡蛋、养猪、养牛，啥我都搞过，包括养野鸡、养孔雀的搞过。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养的立格蛋鸡，因为那个时候在这里没有人养这个立格蛋，他们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染的，不敢吃，然后导致我们卖不出去，送给蛋糕店人家都不要，我们一车一车的拿去丢掉，那种心疼，那种难过。难过之余，于留芬开始思考什么产业更能持久发展。看到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酿造传统的小锅酒，这个产品不仅能放得住，而且存放越久越香。于留芬决定赌上全部身家和全村的资产去做酒厂。他说他接到外面就接到这个，我们再一罐一罐，反正可能就是有点麻烦，就是工人啊或者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好的东西还是要保存。2019年4月13日，深圳市酒业协会的一行人来到阎伯村的酒厂进行考察。每次客人到来，于留芬都会亲自带着大家参观。2017年10月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贵州省代表团参加讨论时，曾经向于留芬询问过他们当地的扶贫工作情况。我一直在想，总书记为什么会问我这么多事？因为他最牵挂的贫困人口。假如这个酒厂就是我一个人的，总书记会这样关心我们吗？所以19大以后，你真不知道我们公司发生了什么变化。2017年以前，这个村办企业一年的销售额也就是300万元，2017年销售额猛增到2600万元，2018年销售额更是达到3亿。欢迎到爱国人，你们大家都高兴，都看到未来，相不相信？相信。2018年春节前夕，阎伯村村民迎来了一件喜事，酒厂分红。2018年的春节分了900万，今年分了1080万。开个店哈，店哈。不用店，不用店。每一个人都有股份在这个酒厂里面，就是无论是建档立卡夫还是非建档立卡夫，就是大家都共同富裕的。于留芬说，他特别羡慕厂里的女工，在酒厂第一次招工的时候，他全部都招的是女工。因为我知道山里的女人特别能吃苦，嫁到阎伯的时候那种苦那种累，其实到了今天还是没办法忘记的。所以我现在女工400多，就全是我村里面招完了，我就招周边村的。好多次我看着他们这样走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我说天哪，30年前我多想过这样的日子呀，多想成为一个工人，但是那个时候不可能的。然而今天我用了19年的时间换回了我们女人的这种尊严，一种自信，我感到很骄傲。2019年4月13日，
来阎伯村考察的深圳市酒业协会一行人跟阎伯酒业签订了销售合同。晚上，村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点起熊熊的篝火，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所以我总结我自己，就是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一直坚持了才看到希望。